下星期进入农历七月吉祥月，在马来西亚甲洞大爱幼儿园就发起了蔬醒运动。这个蔬是蔬菜的蔬，从每日一餐素做起，小朋友如素并不难。七月是什么月？吉祥月。蔬醒运动要广邀更多人一起来如素。马来西亚甲洞大爱幼儿园老师透过影片向小朋友宣导七月吉祥月的正确信仰，也鼓励孩子一起来吃素。老师拿着蔬果立牌出场，立刻吸引孩子们的注意。轻快的旋律加上简单的歌词，这样的宣导如素方式，小朋友一听就明白。为什么要吃菜？要健康，青菜一定会很健康，可以保护到地球妈妈。有吃一餐的素，两餐的素，就可以把它圈起来。这个蔬醒卡呢，只要你吃一餐素，那你就可以圈一个圈，就是表示说你今天有吃一餐素，那你吃到一整个星期的素食呢，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来戴蔬果的面具，然后拍一张照片。透过蔬醒卡鼓励孩子们多吃蔬菜，培养他们日日发善念，就从这每日一餐素开始。大爱新闻王真莹、罗国聪，马来西亚报道。